看这大老虎趴这儿了哈。昨天下午翻地，5点多钟翻地，翻到头一拐弯，车大灯一晃，在大道上有个老虎看上了，一拐弯往我捋的车灯，搁车上照他，跟他走，一阵抖到地，抖到我身后这两溜吧，趴在梗上了。就战友嘎给我打电话，昨天袁东给我打电话，说那个队员啊，我告诉你，